给我妈。他们这次DRDA是公开招标，只要有人提起诉讼，所有的合同都签不了，知道吗？还有公开招标，工程是不等人的。在那个时候，哎呀，而且一定要让他们明白，跟张总合作是没有什么好处的。哦，曾妈，我求你了，能不能别在我说语音的时候拼命往我嘴巴里塞东西啊？